여러분이 평상대로 말한 그 말한 대로 축복하십니다. 이렇게 연합 집회를 할 때는 목소리를 쫙 소리를 지를 때 성령이 역사하시고 소리내어서 쫙 선포할 때에 대만의 우상과 귀신이 다 떠나갑니다. 대만은 하나님의 나라입니다. 我们知道台湾是属于神的国。 아멘. 我跟你分享，从一杯水到一条江河。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到38节，我们一起读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一。”你看。 这段经我们都很熟，耶稣在那里大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怎么样？”然后呢，从他腹中，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一条什么？喝的时候你可以尽情的喝，但喝的时候你大概就是一杯一杯的喝，一瓶一瓶的喝，但是一条江河的时候。 流出去的时候就变成没有限量。告诉边上的弟兄姐妹，告诉边上的说要变成一条江河，告诉他可以痛快的喝，尽量的喝，拼命的流，快乐的流。弟兄姐妹，这一段的故事我们经常用，但是呢。 很多人有的时候就忽略了，就是他提到说这是节期的末日。一起说祝棚节，再说一遍，再说一遍。犹太人有逾越节，犹太人有五旬节，犹太人有祝棚节，三个很大的节日。那么他们这个祝棚节几乎就到他们年尾了，就到他们年尾了。 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就在那个地方定下来的。摩西定下来，在祝棚节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他们前面有赎罪日，那七天是严肃会，大家要认罪呀，要悔改呀，要洁净呐，哦，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就是也不能欢笑啊，也不能怎么样。但是到第八天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欢呼歌颂。 他们就唱歌跳舞，他们就很兴奋的在那个地方啊，他们就会很兴奋的在那里，他们就很兴奋的，他们就唱歌跳舞。这时候他们就手上拿着四种植物，哪四种植物呢？枣、椰树、柳树、番石榴树和香橼，他们就拿着这些的树枝啊，在那个地方很欢喜、很快乐的在那个地方在那边敬拜上帝。 好，在那边敬拜上帝，弟兄姐妹，祝棚节对以色列人来讲有很特别的意义，他们有很特别意义。第一个，为什么叫祝棚节呢？因为那是摩西定的，这是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哪一节经文呢？利未记23章43节，这里说什么呢？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会使他们住在那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他说会使他们住在棚里，那是摩西定的。干嘛？永远每一年要有一天记得什么？以前他们住过帐篷，记得什么了？以前他们漂流过旷野，记得什么了？以前他们从埃及地出来是无家可归的，记得什么了？感谢上帝，现在可以有家了。所以他们要有这一个祝棚节，让他们一直怀念他们曾经回想他们曾经在上帝面前怎么样经验。 上帝的祝福，不但有这个意思，而且呢有第二个，它有什么含义呢？第二个，它有一个收成的含义，因为正好是他们整个收成都结束了。生命记16章第13节，一起读来。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怎么样？懂我的意思吗？秋收之后，春节差不多是这个样，差不多是这个样。 全部的通通已经收成完了，所以呢，大家就很快乐，在上帝面前感恩，谢谢上帝。所以你看，第一个是纪念出埃及，第二个感谢上帝的收成，然后第三个。
朱鹏杰对以色列人很有意思，他们历史中间很多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朱鹏杰，很多重要。第一个，所罗门王建好圣殿的时候，献殿在朱鹏杰。然后第二个，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当他们来到了这个以斯拉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地方献这个筑坛的根基的时候，他们是在朱鹏杰。在朱鹏杰。第三个，当他们的圣城建好，黎西米的圣城建好了以后，他们献圣城的时候在朱鹏杰。好，你看见全部都是在朱鹏杰。所以你发现朱鹏杰对他们来讲有非常大的意义的原因就在这里，不但是摩西收所地下，不但是收成的时候，而且太多历史的故事，所罗门王的故事，黎西米的故事，以斯拉的故事都在朱鹏杰。然后呢，到了耶稣的时候，朱鹏杰到那个时候的转下来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更多的含义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什么含义呢？因为已经收割完了，他们在那里祈祷来年的丰收，他们在那里祝福来年的风调雨顺。所以在朱鹏杰的时候，最后一天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他们要祭司带着他们来到了希罗亚池，就在这边舀水。舀水以后啊，而且呢要练圣经。练什么圣经呢？要练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里头有什么经文呢？撒加利亚书啊，这个第十四章，我们一起读来。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怎么样？不但要练这个经文，还要练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凡不上来守朱鹏杰的人，耶和华也必用，是吧？你看他们在一直在练。他们在练撒加利亚书，他们在圣二书，他们练以西结书四十七章，这些通通都跟什么有关系？通通都跟水有关系。然后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舀水，舀这个水来纪念，来象征，仪式性的象征，祈求上帝祝福来年风调雨顺。弟兄姐妹，就在这种情况，他们在舀水，他们在希罗亚的池子边上舀水。这个时候耶稣就在那里说，耶稣在最大的那个日子看着他们舀水的时候，在那里大声喊着说什么呢？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姐妹，这会让你就立刻联想，你记不记得在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在约翰福音上边，在叙加井的边上，记不记得耶稣说相同的话？耶稣在那个地方告诉门徒说什么？不，告诉撒玛利亚人说什么呢？你们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你们喝我所吃的水就怎么样？上帝告诉耶稣在那个地方告诉撒玛利亚人说，世上的水不能够满足你，来我这个地方来喝生命河的水，来我这个地方来喝祝福的水，来我这个地方来喝圣灵的水。他不但对撒玛利亚人这么说，他现在开始对犹太人说。他对犹太人这么说呢？在希罗亚的池子边上告诉犹太人说，这个水不够，你们要的这个水是什么呢？更重要的一个水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水，希罗亚池子的水不能够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需要圣灵江河的水才能够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需要圣灵江河的水才能够解决你们的问题，解决你们的问题。弟兄姐妹，犹太人有律法，犹太人有圣经，犹太人有圣殿，犹太人有教法师，犹太人有各样的宗教礼仪，但是活得很苦。如果你们去读过他们的 Torah， 你就会发现，乖乖，太可怕了，365个不可以做的事情，然后248个要做的事情，不可以做的事情做的是犯规，该做的事情没做也叫犯规，你懂我的意思吧？然后呢，这个365个里头每一条又继续告诉你什么东西不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做。每一代的拉比出来，大拉比出来都会注解这些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口传律法。这个就是耶稣在，这个就是先知责备说，你们是
什么律上加律，令上加令，懂不懂我的意思？什么叫律上加律，令上加令？就他们为了解释这些的律法，于是就有很多口传律法出来。所以耶稣也在那边说，你们把人的教导当作上帝的律法教导人，所以你们是瞎子领瞎子，懂我的意思？因为他们有很多这些的注解，比方说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有多少啊？39条，很苦，对不对？你要背那39条，这还不够。然后39条以后各有39条，听得懂我说的？39条以后还有39条，就是他是一直往下边加。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时代不一样。以前假如说安息日的时候你不可以做事情，但是以前的时候没有电灯啊，现在有电灯了，开电灯算不算做工啊？你懂我的意思吧？他们开始问题，以前没有电梯了，现在有电梯了，按电梯算不算做工啊？以前没有电话了，现在有电话，打电话算不算做工啊？是会不会违反安息日啊？以前没有 credit card， 现在有 credit card， 礼拜天了，这个安息不是礼拜天了，安息日的时候可不可以刷 credit card？电以前没有电脑，现在有电脑啊，现在电脑我可不可以开机，电脑可不可以运转，通通没有嘛。所以怎么办呢？继续解释，听得懂我说的吧？就继续解释，继续解释，继续解释，继续解释。所以他们哭得不得了。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你们的律法不能够救你们，你们的这些东西偷偷不能够救你们，你们这些东西在你们身上有很沉重的压力，在你们身上有很沉重的负担。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渴了，到哪里来啊？他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好，到我这里来喝。接着说什么？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怎么样？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一些东西统统没有用。耶稣邀请他们来喝一杯圣灵的清泉，耶稣邀请他们来喝一杯什么呢？天上的美酒。怎么小声？弟兄姐妹，烈火特会邀你干嘛？就邀你来喝一杯天上的清泉，痛饮一杯天上的圣灵美酒。哎呀，葡萄美酒夜光杯，痛饮一杯天上的美酒。弟兄姐妹，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你有圣经，你有聚会，你有神学，你很努力的在那里做，你所有的都做了。传道人，你不是所有的都做了吗？你做来做去越做越累，有没有？做一做好不容易多增加了10个人，对不起啊，当我们教会小的时候增加10个人快乐的不得了，好快乐的不得了，增加了10个人。结果呢，明天告诉你有5个人说，牧师你们跟他握手，他又离开教会了。哎呀，哭得要死，好像这5个人为什么会离开教会，哭得要死。哎，有没有这个经验？告诉我，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嘛？每个人都有嘛，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嘛。哎，很努力，但是后边就会发现，哎呦，你怎么努力，你到后边都有很多的辛苦，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辛苦，很多的压力。弟兄姐妹，这些东西不能够救你，这些东西不能够帮助你。于是我们就再去学，我们就再去学什么方法啊？我们学小组，小组以后不行就学 G12。所以当他们开始进入 G12 的时候，我就说对不起，我不跟了。我说我只要 G2 教会都会大复兴，我不要 G12， 我只要 G2 都可以了啊 ，G2 都可以了啊。那么。啊，而且不但有基事，然后有什么呢？有恩惠相遇，然后有什么呢？双义，对不对？还有双义，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对不起啊，阿尔法激发的方教育方法，还有什么？对不起，还有什么？还有啊，对，最近还有惊奇，对不对？最近还有惊奇啊，现在还有611嘛，还有611，还有去611，哪一天开始出来 7-11 还会有人去，你相信不相信？还会有人去。我一定要告诉你，我没有意思说这些东西不好，这些东西通通好，但没有圣灵通通没有用啦，没有神的恩典通通没有用啦。
那些东西就是方法而已，那些东西技巧而已。我告诉你，技巧带来的复兴都累死你，圣灵带来的复兴欢天喜地。告诉我，彼得的时候有鸡十二吗？有没有？但是一天3000人悔改，看到没有？彼得的时候有这些所有的这一些很多的方法吗？通通没有，通通没有，只有一道，他们只有一道啊，只有一道叫做圣灵。Amen， 他们只有一道叫做圣灵。弟兄姐妹，有了圣灵，有随便你用什么。我真的要说，随便你用什么，你用的好就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永明那天讲的很好，什么东西是最好的？你教会用的最好的就是最好的。对关公来讲，最好的武器是什么？叫做大刀。对这个赵子龙来讲，最好的武器是什么？就是那把宝剑，对不对？就是那把宝剑。你让他们两个人交换武器了。关公手上开始拿宝剑，赵子龙的手上开始拿大刀，告诉那就不像你，那就乱了套了，那就不对了，那个就是不对了。你手上有关公的大刀，把它好好用，把它好好用。你说哎呦，是个女生拿不起，那就不要拿她的大刀啊，你就不要拿她的大刀啊，拿一把你可以用的武器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里头要有圣灵的恩膏，有圣灵的恩膏。大卫只是用一颗石头打败哥利亚，大卫有恩膏的时候，不必拿一颗火箭，不必拿一颗飞弹去打哥利亚，只要一颗石头就可以了，只要一颗石头就可以了。奉主名祝福你，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一直讲，神学不能够救人，圣灵可以救人。圣灵可以让基督徒的生命变得活泼。他讲是水嘛，你看水经过的地方，告诉我有没有生命？所以现在到处科学家在找外太空的星球里头有没有有水的星球，对不对？找得到一点，大家就兴奋得不得了，就想这个地方也许我们可以去移民啊。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移民了，但我觉得地球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地方了。我觉得地球是因为这个地方有水，所以你活得下去，有水所以有生命，所以有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水你就没有生命。教会里头也是一样，你自己的生命中间也是一样。当你有了水以后，你的生命力一定非常的旺盛，你的生命力一定非常的活泼，你就会发现信仰在你的生命中间是真的。信仰在你的生命中间不是知识，不是教训，不是道理，通通都不是。信仰在你的生命中间是非常活泼的。有了圣灵一进来，它就像一个催化剂一样，让你所有知道神的爱变成不是知识，是你的经历。讲到神的爱你会开始哭，因为那是你的经验。讲到上帝的大能，那不是一个知识，开始讲到神的大能的时候，你会发现前边呢、大山呢，都可以叫他停下，叫他说踩在你的脚底下。如同第一天那个郑华在那边讲，他所罗这道大山呐、你在所罗巴伯的面前怎么样，都要变成平地。 Amen。 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别人一样看到大山，别人看到大山在流汗，看到大山在喘气，看到大山想说我过不去，但是他会说大山啊，你在所罗巴伯的面前要被变为平地。你说那是撒迦利亚先知说的。撒迦利亚先知在这个地方一直孤立所罗巴伯，一直孤立以色列人，所以最有名的经文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就撒迦利亚说的。撒迦利亚就在那孤立以色列人，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当时的犹太人听不懂，但今天基督徒你要听得懂。当时的耶路撒冷的百姓听不懂，但今天的基督徒你要听得懂。耶稣的意思很简单了，就是你要受圣灵了，你要被圣灵充满了，你要圣灵的恩膏。不要听到圣灵耳朵就发紧，特别是有一些受的神学教育，一些神学教育的影响，听到圣灵他耳朵就关起来了，他就觉得这玩意是
不对的，这玩意是不对的。我拜托你，我拜托你好不好？如果是不对的，耶稣干嘛为我们祷告呢？如果不是不对的，耶稣为什么说我为你们求，天父就差遣他来，而且说我去是为你们有好处的。我去的好处是什么？就圣灵要来。我去了就好处就是圣灵要来。你要诚实的面对你的里头，圣灵啊，我欢迎你来，我不可以没有你，我不可以风闻有你，我一定要亲眼看见了你。你注意，那是约伯说的，耶稣说过类似的话。耶稣在那个腓立比的这个什么该撒利亚的时候，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了，有人说你是这个，你是弥赛亚，你是先知，你是什么？耶稣接着问一句话，你们说我是谁？人说我是谁不重要，你们说我是谁才是最重要的。别人口中说的通通不能够代替你说的，别人的经验通通不能够代替你的经验。你要祷告上帝，我要有真实的经验，我要有真实的经验。你们都听我讲，我为人祷告，祷告一个死一个，祷告一个死一个，祷告到后来真的很害怕，真的很害怕。一直到后来，一直到后来，上帝让我经验了，我说哦，上帝是可以医治人疾病的。我记得有一次在淡水，淡水那个天主教圣本笃修道院，记得吗？哈，现在比较少人借他的地方，以前我们借他的地那个，那是有一个教会借那边聚会，然后要我去讲道，我骑着摩托车去，当天还下着雨。讲完道以后，就有一个小儿麻痹的姐妹走到前面来，她说：“牧师，能不能为我的脚祷告？”我就说：“姐妹，残疾的人上帝特别爱。”你啊，我就不想祷告嘛，你懂我的意思吧？我说残疾的人上帝特别爱，然后呢，他就说我知道，但我希望能够走路。我说那你要怎么样？他说为我祷告。我说好吧，他已经讲了，我只好祷告。我告诉我什么都祷告，就不祷告他的腿。这就传道人的本领。我告诉你啊，什么话都说了，最重要的话就是不说，到最后说一句话，说什么呢？上帝照他的信心为他成就。你看有够诡诈吧？这种祷告是非常诡诈的。祷告说有，如果照他的信心成就，结果呢，这个姐妹怎么这么单纯，都没有听懂哎。祷告完了以后就说：“牧师，我可不可以走路？”祷告完了就算了吧，还要问能不能走路，还不知道就开始。我说你说呢？他说我想试一试。哎，我知道好了。我说解开来。到现在他就把他边上的东西解开来，解开了以后我就说起来走，当然不会走啊。全场人不多了，但是一百多人每个人都围着看，他会不会走？因为我想他们心里有两个期盼，一个是他会走，一个是你这个张牧师有什么本领，对不对？一定看这两样事情吧。啊，因为他们的牧师也没靠过来，你懂我的意思啊？他的牧师站在边上看，然后呢，我就跟另外一个姐妹，一人扶着他一边，就开始走，走一圈不会走，两圈不会走，三圈、四圈、五圈、六圈、七圈，我像乃曼洗澡洗七次一样，懂我的意思啊？我已经走完七圈了，他仍然不会走，全场鸦雀无声，看我怎样下台，懂我的意思？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姐妹啊，我们走过了，我看我们坐下来休息吧。”结果这个姐妹说：“不，牧师，我从来没有觉得这只脚这么有力过。”哎，我大神，我就里头有一点感觉，我说那继续走。哎呀，有一片乌云把它走成倾盆大雨，不是很好吧？哎，我就说走，我们就走。于是走了一段以后，走的差不多，就差不多这边到这边，我就松手，那个姐妹扶着他。那姐妹扶着他再走了差不多这么一段，我说姐妹松手，他会走了。我告诉你，
全场哦，他的弟兄姐妹高兴的哭啊，不高兴的抱着他笑啊，他的牧师也感动的过去抱着他哭啊笑啊。我告诉你，我赶紧走，我赶紧闪，我真告诉你我是闪。为什么你知道吗？我怕再来一个怎么办。而且我告诉你，我知道他会走路跟我没有关系，我已经讲的是照他的信心成全，不是照我的信心成全。所以你知道我吓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摩托车停在，当天我不是说下雨吗，停在屋檐下，那个屋檐呢还是高起来的，他那个修道院的会堂是高起来的，所以呢有四个台阶下去，你懂我的意思吧？我的车停在上头，我停在上头啊，我都不知道要去找坡道，我就对着那个台阶感觉骑一路骑着下去。你就知道我吓到什么程度啊。哎，感谢上帝啊，上帝让我经验啦，所以你们才会，西地教会弟兄姐妹才会发现，我常常会对坐轮椅的人说起来走路。感谢主，好几个起来走吧。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重温旧梦。以前是那个姐妹的信心，我现在要知道上帝在我们中间是活的。还有一次我看到文郎在这，我就想了，还有一次，那时候文郎还没有到美之城，那时候是随乔派伯到台湾来，知道乔派伯吗？那个会叫长短脚长出来的啊，当时你记得我们好兴奋啦，居然有人的脚会长出来哦，这种事情没看过啊。那么我们是就近服侍嘛，算核心那一圈的嘛，我跟葛明宝两个服侍他嘛，服侍他的时候我看着那个脚长出来，看着那脚长出来，哎呀羡慕得不得了。所以最后一天晚上在救恩堂，救恩堂啊那个讲员休息室里的，我就跟他讲，我说能不能够请你离开台湾以前把你的恩赐留下来，我说我要这个恩赐。然后呢他就为我祷告，他也很大方为我祷告，就赶紧跪在那边，葛明宝看到也赶紧跪下来。所以葛明宝就是当时哦，在我跟我一起抢那个恩典的。祷告完了第二个礼拜，还是大概就是第二礼拜，我就去美之城讲道。美之城有一个弟兄，小男孩，十来岁，脚长短差这么多，你知道吗？我就在想，乔派伯祷告了有效没有效？没试过，没试过，总要试一下。于是我就讲完道，但是呢，怕闹鬼吧啊，所以呢，我就把他请到一个小房间里头去，单独为他祷告，万一没有就算了嘛哈。我告诉你啊，祷告的时候我呆在那个地方，就看着那个脚差这么多的，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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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一样一样，乖乖平了，你知不知道？那是第一次，我兴奋的，当时好后悔啊，这不是关着门嘞。这不是关着门嘞！我从房间里头跳出来，跟他们讲说：“你们看某某人的脚长出来了。”没人理我。但是从那以后，教会的脚长出来，我已经不知道多少几百根了。那是小事情了，重点不在脚长出来，重点是祷告完了以后，他们的脊椎都不痛了。祷告完了以后，他的腿都不痛了。祷告完了以后，他们的问题就解决了。看到没有？那是圣灵活化我们的信仰，所以才会说圣灵会结果子啊，圣灵会让你有能力啊。圣灵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以西结书上面那个圣殿的水流出来的时候，两边就长出果树来了。
那就是圣灵的恩典。Amen。 圣灵来的时候让苦水变甜了，圣灵来的时候让河里都充满了鱼了，就可以有一个丰收的人生了。弟兄姐妹，如果圣灵在你的生命的里头，我一定相信属灵生命要大丰收。我祝福你职场都要大丰收，你的生命苦水要变甜，祝福你，你的家庭要大大的不一样，苦水要变甜，现今的苦楚因着圣灵的恩典统统要变成你的恩典与祝福。好了，怎么样得着圣灵的？耶稣是说几样事情。第一个是，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你希望喝，对不对？第一个条件就是你渴了。我告诉你，这几天的聚会讲这么多，都在做一件事情，都在眺望你里头的渴慕。我记得我的渴慕，我跟你说，我就是教会怎么弄都弄不起来，那是我第一个渴。然后去了看了韩国教会以后，赵云金牧师的教会就发现，乖乖，教会可以这样，我里头就更渴了。我说上帝啊，他的教会是这样，那我的教会是这样，这两个不一样啊，这两个这么大的不一样。我说上帝，他的教会要怎么样，我的教会也要怎么样。于是我里头就开始渴了。我要告诉你，饥渴慕义的人就必得饱足。蒙福的根源都在那一份渴望，对于圣灵蒙福的根源在于那一份渴望，看你的渴望到底有多强，你的渴望到底渴望到什么程度。你要渴望到上帝啊，我不能睡觉，渴望到上帝啊，我连饭都不要吃，我就是希望能被神的灵浇灌。你要渴望到上帝啊，我愿意用生命最珍贵的财富去换取你圣灵恩典的同在。你知道我更渴望现在，为什么？你知道我人生已经走到最后边了，我发现还有好多的恩典与祝福都还没有经验呢。我说再不经验就像罐头会过期一样啊。我告诉你，圣经中间的祝福是地上用的，很多都不是天上用的。听得懂我说的吗？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天上用地上用啊？天上还有要你手按病人啊？天上没有病人了吗？地上才要用这节经文嘛。我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地上用天上用啊？天上还有死荫幽谷啊？那一定去错地方了吧，一定去错地方了嘛。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圣经的应许。对不起，我不敢讲百分之百，我也没做过数学统计，但是我猜，我认为估计95%是地上用，95%是地上用的，不是天上用的。所以你不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用圣经，你是浪费上帝给你的恩典。这就5000两、2000两、1000两的银子，记不记得？有人就把这银子埋起来，就把上帝给他恩典埋起来。你不知道那些恩典给你是让你去好好的用的。第二个，要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个很重要。你要靠近耶稣，就近圣灵的江河，就如同树栽在溪水边，江河在那里，你不去喝也是白的，也是徒然的。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就在宝座这里，闭上眼睛都可以靠近他，早上起来都可以靠近他，晚上睡觉都可以睡在他的怀里。你要非常的贴近他，
不要远远的离开他，你靠近他你就越认识他，你远远的离开他你就不认识他。就如同我的师母，你们认得他，你们只认得他这个样子，我认得他跟你认得他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结婚42年了，我告诉你，到现在我还发现在他生命中间还有我不认识的事情。好朋友在一起很好，你如果半年不见面还可以，5年不见面就是陌生人。圣灵的工作不要忘记他，天天跟他说话，天天渴慕他。第三个要喝，一起说要喝。什么是喝啊？就是大声的呼求，大大的张口，不住的祷告，大口的喝，尽情的喝，无限的喝，快乐的喝，凭信心来喝。就这么喝嘛，祷告嘛，就是喝嘛，跟上帝讲，上帝啊，我要，这就是喝嘛。然后呢，大口的喝，不要小小的喝，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真的是啊，常常问有一些传道人，特别年轻的传道人，受的错误神学的影响，我真的为他们担心。我告诉你，任何神学告诉你都比不上圣经告诉你的。老师告诉你跟圣经讲的不一样的时候，把老师告诉你丢到一边去。我们喝进一杯圣灵的活水，要流出一条活水的江河。喝进去是祝福你自己，让你个人得帮助，让教会得帮助。流出来呢，是祝福其他的人。你不单是得着圣灵的恩典祝福你，非常重要的是流出去，流出去祝福其他的人，影响其他的人，帮助其他的人。所以我说，江河一流出去，树就长起来；江河一流出去，苦的地方就变甜了；江河一流出去，你就会发现那个地方生命力就开始出现了，生命力就开始出现了。好，而且你要注意，这里讲的是流出去，不是一点一点哦，是你流的会越流越大哦。就像每一条江河开始都是无名的野溪，山上的冰水滴下来，一滴两滴三滴四滴滴下来，到下边的时候它就越流越宽，越流越大，越流越广，如同以西结上面所提到的那一条圣灵的江河。一条圣灵的江河，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流啊？第一个，从你的腹中流出一来，不是从你的肚脐冒水出来。从你的腹中流出来，第一个从你的口里头流出来，一起说，从我的口里头流出来。你的口里要说祝福的话，你的口里要说信心的话，你的口里要说鼓励的话。我一定要讲，你不练习不会，听到不会让你改变。你要去练习，一起说要操练。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如同我从韩国回来第一次，我就开始改我的信息。我告诉你，改得很苦，因为以前我们的信息就是神学啊，然后讲不要犯罪啊，每一个礼拜都讲不要犯罪啊，然后又讲不要抽烟啊，不要打牌啊，好，然后又讲不要喝酒啊，然后就讲不要犯罪，不要犯罪，不要犯罪，这是我最会讲的信息啊。然后讲背十字架，背十字架，背十字架，这是我最会讲的信息。那就是以前，那就是我以前讲的信息。听了赵牧师讲了以后，我就发现不对，我的信息要祝福人，于是我就要改。我怎么改了？改不过来啊，那个习惯改不过来啊。我就是礼拜一改不过，礼拜二礼拜三一直都改不过，一直到礼拜六的时候晚上就跪在那里，把我的信息写完以后，就问自己，这篇信息会不会给人带来祝福，人听了这篇信息以后会不会产生信心，会不会产生盼望，还是产生定罪。我告诉你，很多牧师讲到就是喜欢定人的罪。记住，你要鼓励人，于是我就觉得这篇不能就丢掉，再来，再写，再写，不能丢掉，再来，不能丢掉，再来。
我不是有讲吗？我经常就是跪到早上五点钟才把讲章弄完，弄完以后就去睡觉，睡一个钟头，睡觉闹钟定在六点钟，五点钟睡一个钟头，闹钟一响跳起来，喝一杯咖啡，洗脸刷牙，就到教堂里头再跪下来祷告，那个日子就这么过。这样的日子过了十二年、十五年，一直到后来，我的整个 DNA 被上帝改变了。我开始变得会祝福人了，我开始变得会鼓励人了。于是我的祝福鼓励不止在我的信息里头，我的祝福鼓励在我平常的生活的中间。我看到人我就鼓励人，看到人我就祝福人。我有的时候在教会里看到一些小朋友坐在那里聚会啊什么，我就会特别过去拉着他说，我说孩子过来，牧师有个重要的话告诉你。我就把他带到一边，然后就告诉他，我说孩子，你要记住，这是我跟你的秘密，不许告诉任何人。我要告诉你，上帝刚刚告诉我，你里头非常有智慧，你聪明的不得了，你的智慧啊，你的 IQ 啊，高的不得了，你将来的成就不得了。一定要记住牧师告诉你的话，谁都不可以跟他讲。你要永远记住这句话，摆在你的心里，就是我跟你的秘密。哎，这是我常常做的事。哎，我常常把小孩子带到边上，所以你知道小孩子好爱我，你知道吗？你知道小孩子有多爱我吗？你能不能够鼓励你的弟兄姐妹，鼓励你的丈夫，鼓励你的妻子，鼓励你的家人，鼓励你的同事，鼓励你的同仁，这个叫祝福的话。你的话要有活水的江河出来。牧师啊，你告诉我，如果碰到，不要说弟兄姐妹，你告诉我，如果碰到一个生肿瘤的人哭得要命，医生跟他讲再有一个月，告诉我你要对他说什么。我们准备安息礼拜吧，姐妹，你要把遗嘱写好哦，你要告诉家里该交代的都要交代清楚哦，啊，如何如何。如果他是有信心的可以这么做，但基本上你应当说什么你都不敢讲。我昨天才告诉一个做丈夫的，我说弟兄，不要失去信心，不放弃最后一线的希望，我们永远要祷告，靠着上帝的恩典，大山要被踩在你的脚底下。这叫活水的江河从你口里头流出去。你说牧师，万一他死了怎么办？那是上帝的事吗？只有羊群敢阿们，你们都不阿们了。万一死了，感谢上帝，这叫完全的医治。第二个，你的双手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要双手要成为一条活水的江河，要去安慰人、鼓励人、帮助人、服侍人，要一双仆人的手。第三个，你的金钱要分享给别人，成为一条活水的江河。我很感恩我们行道会的教会，基本上在这方面相当大方。我看到很多的教会，他们会出去做宣教工作，他们会出去做慈惠的工作，这代表肯给出去。弟兄姐妹，越给越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在我的教会里头，我们建这个礼拜堂，我说宣教工作我不能够停，慈善工作我不能够停。你一定会说，牧师，你每个月的慈善是每一年慈善多少？我每一年正常慈善的工作是2000万，所谓正常就没什么天灾，没什么这种事情，正常我们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地方，大概是2000万，慈善
慈善。我们的宣教工作每年大概是差不多是800万，每年的宣教工作大概用800万，所以一年差不多是近乎3000万的这个费用用在外头。所以像是 Grace 那边，我们就说我们会送他500顶蚊帐，因为那边住在丛林里啊，要有蚊帐啊。印尼一个岛上疟疾肆虐，我们就说我们送他那个岛，我们送1000顶的蚊帐。我们送1000顶的蚊帐，然后呢，我们答应 Grace， 我们说送他一个滤水的设备，帮助一个部落里头解决他们饮水的问题，解决他们饮水的问题，能够做我们快乐的做，因为每一次做我都兴奋的不得了。我不但是把钱送去，我亲自去，因为我要知道，我要看见他们的需要，在他们的中间，我会得祝福的。你知道我到他们中间听到那些原住民在森林里头半夜点着蜡烛在那边唱什么了？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照，你知道我眼泪就掉下来。我从来没想到在丛林里点着蜡烛破破烂烂的地方唱主啊我神你真伟大。我永远记得我那时候才发现，哦，上帝就对我说话了，你知道吗？我永远记得上帝说，当时亚当的伊甸园就是在这样的森林的里头。我突然间明白，伊甸园不是欧洲的花园，我以前想伊甸园都欧洲的花园，那个漂亮的古老花园，伊甸园就是这个地方。伊甸园我就想到路加福音上面讲，天国在你们的心里头，心里有天国，哪里都有天国；心里有地狱，哪里都是地狱。告诉别人，钞票拿出来。感谢上帝，昨天我们的奉献非常的多。你知道我没有算，当我把我的钞票放到奉献袋里，上帝就告诉我，今天你们会收到100万。果然，我们收到100万出头。昨天我们本来讲员费什么都讲好了，但是那些20个孩子们站在台上带敬拜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哎呀，这20个孩子来台湾只为一件事，就是为我们来的呀。我突然间非常感动，我感动在哪里？我常常被人家请去外边讲道啊。你知道我起去讲道，我就是去讲道就好了，他们得不得帮助那都是他们的事哦，我顶多做一点祷告，上帝要祝福他们得帮助哦，懂我的意思吗？但我发现朱牧师是干嘛，他来讲道之外，他带着这个团队来干什么你知道吗？在点我们的火。本来我以为那是一个宣教团队，就是到各处去做宣教之旅啊，去看看或者做点什么服饰，没有想到他来只有一个目的，就站在台上，站在那里哈阿们哈利路亚，你知道吗？我好感动啊！我说上帝啊，我们一定要谢谢他，所以我马上跟永明讲，我说永明啊，我们一定要谢谢这些孩子们。因为平常我如果接讲员来，讲员的机票我付，住宿费我付，谢礼我付，讲员如果带了10几20个长老来，那不干我的事，你听得懂我说的吧？啊，那10几20个长老那不干我的事，那不是我的事情，我就付到那里为止。但昨天我就觉得不可以，我说这20个孩子们的服侍，我们要谢谢他，我们要接受他们的服侍，所以我就跟永明讲说，我们要给一笔奉献给他们。感谢主啊，我们的主席很大方啊，永明马上说，张哥你说多少？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多少，我就稍微算一下问一下，我说大概机票多少，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就根据我们的判断，好，我们就把他们的机票全部都付了。
弟兄姐妹要大方一点。现在你会鼓掌，如果在你教会中，你会不会鼓掌？让我们的生命被拨开，分给别人，可以吃饱。弟兄姐妹，要成为一条江河流出去，让你的生命拨开来，分给其他的人。十多年前，上帝跟我讲，化为春泥，化为秋雨。我告诉你，我死都不肯。我说我要做神木，我要变更大的树。干嘛要我倒在地上变春泥和秋雨？结果我不甘心做春泥，我不甘心做秋雨。但是我转眼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到最后几年的时候，我发现我好高兴能够让我的生命被拨开，成为别人的供应。所以我会做WOW计划，因为我要让我的生命成为青年人的供应。我要让这群青年人在这个时代里头抬头挺胸。我看到每个青年人，我都会问，你现在在做什么？你未来的盼望是什么？你应当注意一些什么？你应当去做什么事情？我有一个财务同工，今年大学毕业，开始要加入我们教会做财务同工。我就告诉他，去考一张会计师执照。哎，我并不是说你在我这里好好做财务就可以了。No， 我说你去参加补习，我出一半的钱，我要帮助你考上会计师执照。我不是要他只做一个教会里头的会计，我要让他将来他有会计师执照，他可以开会计师事务所，他可以到外边去工作，他可以接这些案子自己来做。Amen。 我的资讯同工有一天跟我讲，他牧师，我能不能够再去读一点？我说太好了，去读研究所。我说我支持你去读研究所，因为资讯你不接纳马上就落伍，马上就落伍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分出去，大大的分出去，你的生命就是流出去祝福别人的生命。